知道呀，加需要一块40几个吧。真的是，手今天被彭昱畅老师打的已经肿了，手受伤了，手撑不住了，已经红了一整天。彭昱畅，凶手！我说你把我手打肿了，你把我手打肿了，不要脸！我们两个互相厮杀，然后就是太入戏了，没跳脱出来。你先听说，刚刚你先趴下的是吧？我看，我看庞安辰先趴下了，之后我就趴下来了。我说有人垫底，我不知道。刚刚已经推那个，推了好多组了。我根本不知道谁先跪下的，我只知道我撑不动就趴下。你们做的全程的，我头就砸地，砸完了我还趴起来。我觉得在座太丢人了，我头砸在那里太丢人了。我说万一你们还在做怎么办？我是刚，我就赶快爬起来。休息了太久，已经睡着了。特别好，来再来做20个，再来做20个。我今天一直只练胸了，好像是。我今天也是拉胸，一直拉。不知道呀，更衣室。我们今天已经运动了快早上12个小时、13个小时，不停的在运动。我已经不行了，我作为这里面的老人，年轻人要加油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